给您换一场。谢谢您的掌声鼓励。这回啊，该我给您表演了。哟，怎么？老实点儿。这是很紧张，真的。他紧张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也紧张，这么多人。人挺多的。今天来这么多人，我也知道这是看谁来的。看谁呀？看您。看我？看你来的。是吗？真的真的啊，捧您来的。哎呦呵，真的啊，你当真的听来。我这到底捧谁来了？反正我不知道捧谁，反正也许捧那有专场是吧？三哥的专场。但是一多半的人可能都是捧您的。是吗？真的啊，这么着咱现场做一调查呀。啊，那捧孔云龙的伸出左手。那没有。啊，那捧您的伸出右手中指。我怎么那么遭恨呢？还终止？就是代表心情嘛。什么心情啊？这反正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管您各位，反正我是捧您来的。您好好说。特别喜欢您。是吗？是您，是您忠实的小粉丝。还是白薯粉是吧？白薯粉干嘛的？粉丝。哎呦，特别的崇拜您。谢谢您。喜欢您到极致。是啊，真的，平常总在电视里边看见您。电视里边。电视主流的才在电视里。啊，反正电脑啊，对，电脑，嗯，视频我都瞧啊，大伙儿上网都能找着。那这两天可能找着，这两天可能扫黄屏蔽了。您等会儿吧，可能过两天。我这跟扫黄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不知道那网站就登不上去了，音频也听不了了，我着急呀。哎呀，我现场来找到您，专门找我来。对对对，嘿，现场来找您的，比您这叫什么？零距离的接触，真会说话。天哪，有点紧张，就心里边有一种就是想吐的感觉。那是我招您了是怎么着？我那么膈应，不胃痉挛，紧张啊，就不至于的。这一直有个小问题，一直想向您请教，谈不上。反正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定得问一问。有问题您问。也许这个问题不是很成熟啊，在这儿啊，您这是多少的意思？多担待。没事，回答我。您问，就想问问您，啊、您就贵姓？我合着我这粉丝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呢？对，蒙住了，一时紧张蒙住了，想问问您贵姓？不敢，见姓郎。哦，不敢见姓郎的。哦，欠人钱。谁呀？欠钱别不见人家。不是，谁欠人钱呢？您不说不敢见姓郎的吗？我是不敢担您字啊，不敢担我这柜子啊。那你扛我这箱子，我。是不是搬家来了是吗？这您说什么意思？是您那儿有个贵字，嗯，我这儿就有个贱字。哦，您那儿有个贱字，哎，我这有个羊皮儿，咱再烫壶酒。不，您又饿了是怎么着？不，您说什么我都没明白。不就问我姓什么吗？来来来，我姓郎。哦，郎。那您是弓长郎啊，还是立早郎啊？这位都不认识字儿。弓长那念张，立早也念张。哦，那您是哪个张啊？立早张。哎，张先生。谁张先生啊？我姓郎。郎。哎，郎，这是哦，狼心狗肺。哪儿啊？不是不是，没有这个。那你这是外国姓，外姓知道吧？是外姓。百家姓当中没有。百家姓里有。百家姓当中有姓郎的。你会百家姓？当然会了。对吧？赵钱孙郎。赵钱孙李。没有吗？往后辈，周吴郑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楚郎。等会儿吧，你再给我杵瞎了。没有，往后辈，再往后不会了。百家姓您就会三句，蒙住了。后头我给您提个醒啊，后边有这么一句：稀饭蓬郎。稀饭蓬郎。哎，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，还是这三句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。好，这个还真有这么一句。哎，这么说您就是稀饭蓬郎先生。我一人四个姓儿。那您是稀饭蓬郎那稀？哦，稀老师。哎，稀了。那稀了。西门吹雪。这是稀，那是父姓。哦，西门庆。我没那么大魄力，我跟你说啊。稀什么？稀饭蓬郎那郎。那郎？哎，不是。狼，这仿佛是一只动物的姓氏呢。不是，您说那是犬油旁，我们这是百家姓氏里的狼。狼，对，我你说我就不明白啊，百家姓当中那么多的姓，怎么单挑这姓狼呢？这不怨我，哦，赖我。哎，
当年一步走错，步步错呀。这跟你没关系啊，跟你没关系，不赖我，哎，也不赖你。对，那你说赖在座的哪一位呢？跟各位也没关系。嗯，您别瞎说。那赖谁？有这么句话，子随父姓，高曾祖遗留。高曾祖遗留，高曾祖遗留，你应该姓高啊。我怎么能姓高呢？高曾祖遗留吗？我姓刘啊。哎，刘老师。谁刘老师？你看你这说半天了，姓狼吗？没准谱啊，你这谁不准谱啊？就是啊，姓狼。姓狼，你说这意思我差不多理解。我跟你说说啊，啊，那意思就是高曾祖遗留说好，你们家祖上就姓狼。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你父亲这辈也姓狼，多新鲜。姓着姓着有了你了啊。有你之后呢，等你到二十岁的时候也记事了，把你叫到跟前。我二十了才记事儿啊，对，十八了记事了。你给我这少两岁管用吧？几岁几岁？两三岁的时候记事的时候把你叫过来。嗯，儿子过来过来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猜咱们家姓什么？这还得商量呢，你这猜不到吧？姓狼。哎啊，不要害怕，这个秘密早晚会知道的。这不是秘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汉芳，我也姓狼，咱家祖上都姓狼。对，知道吗？你这也得是狼。哎，知道吗？你姓狼，对，你也得姓狼。哎，你一听不愿意啊？啊，这不一个牲畜的姓氏吗？老跟动物挨着。不行，哎，但是不愿意，但是你不能说呀、啊。老爷子在这，老爷子话说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委了委屈，窝了窝囊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一横心，一憋气，得了，姓狼就姓狼的不，瞅我费这劲。这么说就姓狼了，就姓狼了，姓狼了。你要姓狼呢？我不是东西啊、哦！你不是东西，你不说怎么干嘛呀？都告诉你姓狼了，跟这转悠半天，生气了。废话，狼老师，您老师，狼先生，您先生，狼先生贵姓？姓赵。哦、都狼先生了，还贵姓啊？跟您开个小玩笑，没跟你闹，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，跟你过这个吗？哎哎，先问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得，哎，就冲你这装不认识，就得拿你。我干嘛还装不认识？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？我凭什么要认识你？咱俩以前发小啊。是吗？一块长大的。啊啊，这可能后来长着长着你有点不长了。对不对？这你甭管。哎，那时候一块长大都忘了的，都忘了。咱们俩小时候一块玩，那发小你知道。撒尿和泥儿，记得吗？这我有意思。我撒尿，你和泥儿。你都忘了。我人生太悲催了，我这个。就不是你那时候，你这小时候一块玩嘛。啊，是。没有什么娱乐性啊。啊，对。一直玩到几岁？后来我们家搬走了。哦。那都在那住。你们家住前门七大胡同还是九大胡同？八大胡同。对。对什么呀？就八大胡同，我们家住妓院里边。有钱有势呗。没听说过。前门大街大蒋家胡同就那儿吧。你家是啊？对了，搬走很多年了。我、啊、拆迁了吗？我还记得您呢。啊，这你看，这都说不认识我了。这叫什么？乍穿新鞋高抬脚。现在说相声了，也有能力了，没有身份了，不认我这老乡亲了、哎，瞧不起人，看不起我。不是，您这什么意思？这您听我说，这都小时候的事儿。再说您都搬家了，我这记忆啊有点模糊，这个不怨我。不是诚心的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就说也不能啊，凭什么呢？你别看，你不记得我，我记得您呢。是啊，这人好人一个啊，大好人呢。哎，打小我们俩为什么在一块玩呢？嗯、这人什么挥金如土，仗义疏财，我不心疼钱。对了，性格在这儿呢。对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为女朋友插别人两刀。那不是，咱没有后边那句啊，就是说好人呢。哎，真说啊，跟谁相好，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。要说对谁不好啊，当面就敢提，不理他。有意见怎么没地方提错没关系啊，改，对，改完改，对不对？对，叫什么？心直口快，哎，不记仇，是臭嘴不臭心，有这话。这臭嘴，你别看他嘴臭啊，他嘴臭是打胃里边经过食道，不是，那么一股子味儿。您等会儿，您这是好话吗？夸您呢，夸我，你这臭嘴，臭嘴就没完了，啊，不臭心您可不提了。等我到后台拿着碗喝口水都不乐意，我这么说口快吗？我直来直去，这好人一个。对，就是说我今天特意找您来的啊，找您来就是，当然你要说忘了没关系，算我这高攀。
哎，就想找您叙叙旧。是啊，对了，太好了。您不记得我算高攀，我没关系。您客气，我就想交您这朋友，没问题。不是您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得了，那没别的啊。我今天心情特别的激动啊。啊，我请您。您请我干嘛呀？吃饭呢。吃饭。这头回见面就吃饭，不合适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嘛呀？干嘛不合适？我这说着就开心，这好家伙不去，当大伙驳我面子，我心里难受，脸上过意不去。这是干嘛呢？我这人跟你一样直脾气，话说出来了，吃饭吃是不吃，你给个痛快话。你说着还急了。对，行，那这么说，吃吃吃，真吃，可不真吃。哪吃？哪吃？听您的啊，听您的，别听我的，行，听您的。您出主意我随着，这叫什么？这客随主便。看您呢兜里带多钱，别花亏了。哎，家里孩子大人都指着您呢。您先等会儿，我先问清楚了，咱俩谁请谁呀？都行啊。什么叫都行啊？啊，刚才不说你请我吗？我请您啊？怎么会？您这话还没落地去呢。对，我请您呢。就是啊，就是我请您。是您请我，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？我说您带多少钱就甭动了，这不废话。我这记着我的花呀，我请您当然我花钱了。当然真说到饭店菜点多了啊，差个零头碎脑3块5块的，您给添上点啊，那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我这带着钱呢，也许保不齐就不用你添。您带着钱呢？我这有钱呢。您带了多少钱呢？这不3块1、3块2啊？还有一钢镚，我给你找找。行了行了行。您别找了，总共就3块来钱，连盒烤烟都买不起，这不还憋着我请你吗？什么耳朵呀？啊，我说是3块，您这耳朵拉稀了吧？怎么这样呢？你这眼睛是聋的，是怎么着？没有这，我说让您添也是添过3块2块的。哦，那可以。我这带着钱呢，带着钱。对了，那没问题。你说咱上哪儿吃？我刚才说了听您的，听我的啊，回家吃去。干嘛还家吃？老话说得好，什么呀？要饱家常饭，要暖粗布衣。那咱就吃粗布衣，可以啊？粗布衣呀、啊，您不说的，我嚼得动吗？您不说粗布衣吗？家常饭，家常饭，哎，家常饭，我得先问问，喝酒吗？喝，还喝酒呢？我爱喝酒。不是，演员们不让喝酒吗？哎，这您误会了，演出的时候不许喝。到了家了，朋友聚会随便喝，没人管。那喝酒，哎，没关系啊，咱们喝。太好了，一醉方休。嗯，咱们喝什么？喝白酒可以。白酒不行，白酒不行。白酒怎么了？假的太多呀，对不对？哦、现在什么毛业五粮台，各种跟。您等会儿吧。茅台五粮液，这个各种好酒，假的太多。哦，真说买那个伪劣假酒买着了，到我们家，咱俩这刚要喝，喝完之后，你看眼睛瞎了。光机死我们家了，不是我要死还得先瞎了再死是吗？这一个闭眼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这关键是你死我们家，我们家地产新铺的，我那么遭恨呢，我这个不是遭恨呢，假酒我这觉得对不住您呢，那哪行去？白酒不行，白酒不喝，行不行？咱喝红酒，白酒也行啊，也不行，你知道吧？红酒，你猜怎么着？他那酒后反劲儿。后劲儿大，当时你两三瓶没了水似的。对了，这东西就怕见风啊，喝完之后啊，小风一溜，完了晕了。我们家门口大马路，你这出去过一大客车，咔，人撞着5米多高掉地，砰一声，肠子蹦，脑浆蹦，眼珠子肉，血。我您别说了，爷，不是，我都这样了，您还解气呢是吧？不是，我是我都那我这喝不喝酒跟那没关系了，就我是担心着，我都不敢看呢，你知道吧？我就问你，这不行，红酒不行，红酒不行，啤酒就喝啤酒了，就喝啤的了，啤酒，哎，那咱就喝啤酒，再换没别的了。给您来一箱，一箱太多了，多了少点八，行六，我一瓶啤酒。您自个儿捡呀，就一瓶，一瓶怎么了？一瓶太少了。少没关系啊，少不够喝是吧？对，记着你喝，你喝剩下我再喝。就一瓶还能剩下呀、啊？我这没什么酒量，一滴酒我就醉了。对啊，谢谢您喝。那一瓶酒，酒少没关系，菜好啊。酒菜好。当然了。都有什么？今天来的，哎，说出来美风你，花生米。
口气啊。不是，就花生米，您吃了吗？我过生日才吃一回花生米。啊，你们家拿你都当耗子养的是吗？你甭管那个，我今儿提前过生日了，我谢谢您，就请您了。花生米，你说该煮着吃，炒着吃，炸着吃，怎么弄不也是花生米吗？那咱们就干炒，还省油。你别为我省啊，要不然咱拿勺碾碎了当沫儿揣着。神经病吧，那不是？依着您，花生米就这一个，还有别的呢？还有什么？没说就一个，来个黄瓜丝，黄瓜丝下酒小凉菜。爽口，清口啊！可以，青椒丝，青椒也多丝儿。来，香菜丝，香菜丝，再来老虎菜。您那仨搁一块儿就是老虎菜，干嘛还分俩碟装的呀？显得太多嘛啊！哪儿啊就多了？你是一个彻底性的厨子。啊，但听您的，老虎菜这怎么还有好的呢？还有什么呀？好的，给您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海鲜怎么样？还行、哦、过敏。谁呀、啊、过敏？不是，我没有。你不过我爱吃海鲜。吓得表情都已经纠结了呢。我那是吓得我高兴啊。海鲜也行。海鲜那给您来阳澄湖的大闸蟹，这不赖啊。怎么样？好，这日子口各位哪儿吃去啊？确实不易，咱有朋友知道吗？咱俄罗斯进口阳澄湖大闸蟹。您等会儿吧。阳澄湖的您从俄罗斯那边进口？人家那边有朋友，人家是保鲜，知道吗？哦，好的设备，你知道吗？保鲜过来打空运过来，坐飞机。这两年可能雾有点大，这么着运得过来就吃，运不过来就算了。那准运不过来，运不过有替代品呢。拿什么换呢？松花呀，大闸蟹改松花了，大松花，那也是松花呀。大包皮是谁带壳啃呢？你哎，切成瓣，切成，给你来个姜汁松花蛋。这也是韭菜，对不对？给您来二斤姜，二斤呐、啊，二斤醋，嚯，俩松花，俩松花，哎，剁的碎碎的，你猜哪是松花，哪是姜？我赶上一个缺心眼儿了是吧？不是，咱有娱乐性啊，猜猜猜，你猜你猜你猜猜猜，有毛病吗？不就是喝酒去了，干嘛这么？别有娱乐性多好啊！没有那事，这都做个小游戏。关键我不是说舍不得啊，松花这东西石灰烧的，哎对，有人嫌有这么一股子味儿的不爱吃，没错。你怎么样？还行，不吃算了。还别介呀，怎么了？不直说还行吗？还行啊，我这耳朵确实这怎么了？您这站着这韭菜您甭管了，嗯，我颠他。谢谢您，最重要是给您来点什么猪食呢？嗯，有两桶泔水也行了，不好弄您知道吗？什么呀？不识相话，就吃完菜之后那一道主食，啊对，也有这么说的，都这么说。主食，这给您来点什么？饺子怎么样？怎么吃饺子？老话说得好啊。又说什么了？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。那咱就倒着吃饺子。哎，我再灌一脖子醋。您不依着您吗？依着我，咱们就坐着吃饺子。坐着吃饺子，嗯，吃十个，给您煮十个，这干嘛？总吃的热乎的呀，爱吃这烫嘴烫心。给您来点羊肉白菜的，哦，猪肉白菜的，嗯，牛肉白菜的，啊，菜的，马肉白菜的，兔肉白菜的，等会儿，驴肉白菜，等会儿，全是白菜。哦，那不放肉了啊？啊，行，不是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这个，您不要全是白菜吗？谁呀？您不要求的吗？哎，算了。您就给我一样件猪肉白菜的，三鲜的虾仁的应有尽有，量足点行不行？嗯，吃完了饺子再来碗饺汤，这是原汤化原食，好极了。咱是小肚上弦，怎么讲？谈谈心，还聊聊，这行吗？没问题，那咱就饺子了，太好了，好了啊！这么着，明天上午9点，明儿上午这个台在这剧场门口，怎么还这儿？到时候我接您来，您接我，我开车接您来。您还有车呀？不但有车呀，啊，还自行的。我咱俩谁接谁呀？大哥。自怎么了？干嘛呢？自行车怎么了？自行车大二八，你知道吗？那也是自行车呀。到时候我驮着你直奔回龙观，登不到回龙观就拉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别问你，到时候你驮着我呀，好吗？这不，咱们就坐车。那没关系，到时候咱再商量。行，等到9点，剧场门口咱约好了，没问题，咱是不散不见。哎，那就别见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不见不散。啊，我记得网上这么成语，哪儿啊？到时候等我啊！哎，我说好了，我这回去赶紧准备去。谢谢您，给大伙说。哎，好，现在还挺热情。走了，哎，真不赖。
20来年没见面了，这一见面就请吃饭。王老师，谁姓王啊？姓什么来着？姓狼。我刚才一想，咱甭吃饺子了。怎么了？这饺子太费事啊。你不包它少吃？不是，你想饺子，你得和面，得擀皮儿，得剁馅儿，得包，得煮，最要命还得吃，多新鲜啊！不吃我干嘛去了？不是，你说这光顾忙活了，你说我在厨房忙活，把你放客厅里边，回头我们家丢点什么，问你不问？我是小偷是怎么着？对，我是怕您太寂寞了，没时间聊天了。那您怎么着？这么着，我要请您吃饭，咱得吃点新鲜的。什么新鲜？窝头怎么样？不吃。有吃窝头的吗？怎么？那各位经理有请客请吃窝头的吗？我要吃窝头，我站派出所骂街不比你吃的好啊！这倒是有生活。什么？没有请客请吃窝头的？但窝头的，我那窝头你吃过？谁没吃过窝头啊？你那窝头什么样？窝头嘛，上面一尖，底下一窟窿。得会问不是？你那个不一样了。您那是？上面一窟窿，下面一尖，他给翻个了吗？这面也不一样啊！啊，你那什么面？棒子面。咱这玉米面。一样啊，还有别的呢？还有什么呀？江米面、黄米面、绿豆面、栗子面、青丝、红丝、玫瑰、木樨、大大、棋子、王旗，发英名叫窝头。实际上呢，福地八宝、大头糕。哎，花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？头回听说。这窝头怎么样？尝尝新鲜也行。新鲜不？可以。那咱就窝头了。这别去啊，光这不干了点儿？干着，再来小米粥，喝，酱酱乎乎的一锅小米粥，可以。来点红糖，来点鸡蛋，来点挂面，来包草纸。我再给你生一儿子。啊，你倒显怀了，都是什么呀？你得分清楚，后边那些不都伺候院子的吗？那您的意思呢？后边那些满不要，就窝头小米粥。那咱们就窝头小米粥，行不行啊？说好了啊，9点钟可以。到时候剧场，没问题。不散不见，不见不散。好，来来来，不见不散。我走了，我回去准备去。你赶紧来，向前看。好了，赶上一神经病了。甭管怎么说，人家热情。但话说回来了，这窝头能不能吃上？狼老师，谁姓狼啊？啊，姓门庆老师，不是，你姓我姓狼，那你看是姓狼啊？是姓狼。我刚才呀走到那边，人跟我说不行啊，我一想你自个儿也是，要不咱甭吃窝头了，咱喝点煤油吧。喝，你叫太难伺候，这么半天往这一站，这不吃那不吃，你要吃什么你？嘿，给我扣上了，是我不吃啊，是你不请啊？真吃啊？可不真吃啊？真吃还能家里吃去吗？咱到底去哪儿啊？请您啊下馆子，拿自来水滋我。下庄子，给我钉马掌。饭庄子，饭庄子去哪儿？北京饭店。还北京饭店？对了，您到那儿请我吃什么呀？吃什么？请您吃大菜，满汉全席。大菜，您别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了，您把这菜名要能报得上来，我知您请客这情了。这你说的。对了，相信我。没有。头一道菜啊，请您吃蒸羊羔，有这大补，是大菜不是？不错。蒸熊掌，有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什锦酥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让鸭子，罐野鸡，罐鹌鹑，卤狮腱，卤子鹅，山鸡兔脯，菜蟒银鱼，清蒸哈什马，烩腰丝，烩鸭腰，烩鸭条，清拌鸭丝，黄杏管，焖白鳝，焖黄鳝，豆豉鲶鱼，锅烧鲤鱼，锅烧鲶鱼，烩烂甲鱼，抓炒鲤鱼，抓炒对虾，软炸里脊，软炸鸡，什锦套肠，麻酥油卷，卤煮寒鸭，溜鲜蘑，溜鱼脯，溜鱼肚，溜鱼骨，溜鱼片，醋溜肉片，烩三鲜，烩白蘑，烩全丁，烩鸽子蛋，炒虾仁，烩虾仁，海参炒蹄筋，锅烧海参，锅烧白菜，炸片炒田鸡，清蒸翅子，桂花翅子，炒飞筋，炸什酱，清蒸江瑶柱，糖溜芡实米，真不少。还有拌鸡丝儿、拌肚丝儿、什锦豆腐、什锦丁儿、糟鸭、糟蟹、糟鱼、糟溜鱼片，溜蟹肉炒蟹肉，清拌蟹肉，蒸南瓜，让窝瓜炒丝瓜，让冬瓜焖鸡掌，焖鸭掌，焖笋香蕉白，切干虾，牛肉鸭子蟹肉丝儿。三鲜木樨汤这就吃不了了，还有红丸子，还有白丸子，牛油丸子，炸丸子，南煎丸子，木樨丸子，三鲜丸子，四喜丸子，鲜虾丸子，鱼腐丸子，疙瘩丸子，豆丸子，汆丸子，一品肉，樱桃肉，马牙肉，红焖肉，黄焖肉，坛子肉，烩肉，扣肉，三肘灌肉，烧肉，烤肉，大肉，白肉，酱豆腐肉，白肘子，水晶肘子，蜜蜡肘子，锅烧肘子，扒肘子，九羊烧羊肉，烤羊肉，煨羊肉，涮羊肉，五香羊肉，不羊肉，穿三样，爆三样，烩银丝，烩散的，溜白杂碎，三鲜鱼翅，栗子鸡，煎酸火鲤鱼是板鸭，筒子鸡，好，哎。这些菜怎么样？不错。爱吃不爱吃？爱吃。想吃不想吃？想吃，咱吃去。吃不了。怎么呢？我没钱。